今天是10月23号了，猴哥要回国了，把这院收拾收拾。花猴哥都搬屋去了，回这院收拾收拾，把车开出去。因为过几天这叶都快落光了，猴哥也把这院里扫了，花也都收拾屋里的，该扔的扔了。把这大门一关，车开到院里来，今天就完事了。看这院里收拾收拾干净了。再有6天，猴哥就回国了。这两天，安省这个还罢工了核酸检测，不知道猴哥能不能走上，都不知道了。等早上6点钟，猴哥就起来把院收拾收拾，该扔的扔，该装屋的装屋，有不少让猴哥拿屋去了。院特别大，活特别多，在加拿大人人都学会干这种零活的，看树叶收拾多少，连这后院没收拾呢，就这么写。先让猴哥这收拾差不多了。车库，这块花是猴哥不要的。你看这后院树叶子没扫的，就这么些树叶，这都得清理干净了，明年草才会长得更好。今天长-7度，特别冷。猴哥这袋子都收拾了，后面的工具梯子造多少，你看这木头也不知道怎么在家能给我卖多少钱。好了，猴哥再收拾，局长6点钟收拾，现在都9点半了，后面都收拾出来了，猴哥就回国了。那松鼠你看，他们来玩吧，猴哥不在这儿，车也开到这儿来了，看看猴哥车库的工具吧，还有红星二锅头酒呢，这隔壁山东的姐姐给的，还有北京的大哥给的。看这酒喝不了，这个56度，可好喝了，这酒猴哥3顿就一瓶。看猴哥这工具，看猴哥这工具多少工具，干活的工具都拿屋了，这冬天怕外面下雪，猴哥的机器都搁屋了，打猎的服装，这是枪套，这是打猎的皮带，这都是这两个，你看装子弹的，这是打猎的服装衣服。猴哥有不常用的工具都搁这儿挂了，气泵、打榨机、打树根的。猴哥把花都搬屋里，有的也扔了，太多了，猴哥就不要了，明天回来再买。还这些木头不知道还能不能卖。猴哥门给锁上了，开头的小门呀，前面这花园猴哥抬屋去了。那隔壁邻居也在收拾院子。今天是周6嘛，都在家有时间。这两盆花猴哥抬屋去了。今天还挺暖和，早晨-6-7度才冷呢。两盆大花猴哥搁这屋了，看。这屋两盆大花，看。屋里开了。剩下的花猴哥抬屋来了，摆在屋里。因为这屋里特别大，猴哥搞这个屋了。这是猴哥的客厅吧？看，看这仙人掌大是吧？大仙人掌漂亮。鱼吧，大碗面烤的，猴哥就搁这屋了。壁炉呀，猴哥躲着，还我不在家，我不敢那烧，怕那个着火嘛。到这屋了，拿个大花，猫猫起来，让我看看你来，就在这睡，你看，这猴
猴哥要回国了，买一些东西，这个床上没装呢。猴哥睡觉过，被还没叠呢。这是23号的下午，差15分钟3点。网友问这几幅画，这幅画是在国内买的，3幅画是都不贵。这2幅画猴哥拿屋里，这画都好几年了，明年春天再搬出去。这是上几天猴哥买一块巨花，6块9毛9。大伙儿也漂亮，大超市买。